跑遍37个行政区、2192平方公里，担任首届台南县市合并的直辖市长，赖清德就像是城市设计师，一步步将台南带往伟大城市之列。我是土生土长的台南市人嘛，可是我觉得台南市在台湾的能见度突然变得很高，其实是在他当市长的时候。赖清德的执政心法没有不能说破的秘诀，他用有限资源排除万难的解决每一件民众关心的大小事。他自比就是美国影集《百战天龙》里的马盖先精神。他真的跟我回家了，一进门就到处闻闻。当我终于回到家，我看到 Look 摇着尾巴，开心地迎接我。决战2024台湾总统大卫，赖清德频道推出以动画《赖党与浪浪 Look》为主角的短片，温暖感性的画面引起高度关注。有人说关怀毛小孩只是拉年轻选票的手段，真的是这样吗？他先把重要会造成百姓的困扰问题先解决，所以他的点是抓到了，那也是百姓需要的。赖清德关心浪浪不只出自一份怜悯之心，早在20多年前他担任立委期间就多次接获民众投诉流浪犬伤人引发的治安问题。女童遭野狗攻击之后，台南市动物防疫所一天至少接到40-50通的求助电话。68岁的法国籍讲师下课骑单车经过成大校园，却疑似被野狗追逐摔倒。浪浪咬人事件成了媒体焦点，县市政府都很头痛。动保法原先规定，流浪犬猫经捕获12天后仍无人认领，得失意安乐死，这是解决浪浪最快的方法。但是2010年赖清德上任台南市长后，并不打算这么做。动物没有投票权，但是却跟我们人类一样，永远活着的生命权。他相信面对浪浪，一定还有比安乐死虽然更艰难却更好的政策。那时候行政院他有去评估民怨有几种，他是排5名之内的民怨，我说这个很困难。执行零扑杀浪浪的政策犹如一把双面刃，人力时间耗费的成本排山倒海。赖清德坚持要这么做，第一步有系统的实行流浪动物数量普查。负责执行的李朝全向赖清德开缺44员额，成立补选队。我那时候不认了，他会全部给我们，因为吼，外面很多科室要增加一个都很难。结果他要做事情，他就说：“你既然讲这样，如果万一他不签给我的话，可能我会打折嘛。”啊，所以他就全部都给我了。人也不能随便找，李朝全说不能有官说走后门的，得全部招考。比照清洁队遴选办法，赖清德欣然同意。你背了一个20公斤，你要走跑过去，那你时间多久？50公尺就好。另外一个抱着一只我们的狗，你自己选你怎么抱，然后抱过去，对你对狗你总是要了解啊。啊，你要有点体力，你要追狗你追不上怎么办？赖清德上任第一年，市府就捕获10000多只流浪犬。第二步，加速推行 TNVR， 也就是诱捕、绝育、施打疫苗、回治。2012年，台南市还有上万只流浪犬，3年后已减量57%。花了5年练基本功，终于在2015年实施零扑杀政策。牛，牛 ，Come on！ 我还蛮像牛的。我们每一年在扑杀都是将近好几千只，那对我们心理上也有压力，一些受一些离开。那我跟他报告，他现在决心，生命应该要好生之道，这个生命如果保留下来，是他下了这一个，我们才有办法去做。我们也帮流浪狗找工作，协助我们的渔翁，还有农民。随着动保意识抬头，中央到地方逐渐达成共识。2017年动保法修法，全台跟进零扑杀政策。回首过往，总能在人们忽视的角落里，不经意地发现赖清德早已点上一盏灯，而这一道光芒也温暖了静平家庭。一群人忙着拆除铁皮屋内的沙发，这是勇夺冬奥女子举重49公斤级第四名的选手方婉玲位在台南的老家。你怀疑说你里面没有卫生，所以我们从这边帮你隔开。带队的是台南市劳工局长王新基，
与相关职业工会组成的作工行善团，起初本于关怀植栽劳工，发现有人住处鱼漏，连洗澡都成问题。2014年端午节那天，赖清德视察案家后，认为有必要把爱心做大。一看到吼，伊咪讲，啊，自然鲜花，啊，这个所在啊，佮有这款大环境落差这大呀，啊，佮来这个当然很惊讶。啊，经验啊，当然伊看惯了，所以出来问到再有钱，伊讲安尼钱有少，他也被我们的志工感动了啦。没钱怎么做善事？但从公务预算支应、请款核销，又是一堆繁文缛节。赖清德发挥魅力，四处找钱募款。我好甲咱吼，这个修理处做工行善团，这个好的代志分享我美国朋友知影。我美国朋友要叫坚持做对的代志，搁用心。交代这改道三工的人，啊，用心把代志做对，让竞品畏惧福利身份的居民市民可以得到更多的关怀跟照顾。十年来，台南不但每一区都有做工行善团，爱心甚至外溢到其他县市，超过200个案家接受善心人士的帮助，终于有一个可以遮风避雨的房子。2016年2月，全台沉浸在小年夜的欢乐氛围中，一场6.6级的美浓大地震，台南面临前所未有的灾难。围观大楼倒塌，多少市民压在瓦砾堆下，生死未卜。身为父母官的赖清德比谁都急，他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和死神赛跑，抢人救命。过去都讲黄金72小时嘛，但是我认为应该24小时内，啊，就应该要有阶段性的结果。金马你跳梯啊！跳梯啊！要跳梯啊！我的家属拢伫内底，你安尼一直等，一直等，会安怎？围观大楼倒塌第五天，压在断垣残壁下的人命正一点一滴的流逝，现场却出动大钢牙无情拆解，找不到亲人的家属悲愤交迫。爱民如子的父母官天人交战，今天又开始看到你没睡觉，那没关系，其实很多人都没在睡。一心守护的子民正生死交关，就像沾满黄土的球鞋，掉了皮的鞋底，他哪里在乎自己几个日夜没有合眼？这是台南父母官赖清德。